最初我们就伸手以求你把清他在灰尘气上头上，我曾道士四年一模求出家，我最初不许度，那么一模就哭哭啼啼的波兰村头，就带他向佛三次的祈请，我就是念庆喜传法经法，说到能够依照法经法受持的话，有听学你能够出家，等到一母听了就顶戴奉持。所以南山大师很圣朝云善天对这么说，我最初不度女人出家，是为了为减少正法五百年，后来传八经法，向他们宣传使令出家，一八经法奉行礼法还得千年，正法就恢复千年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我遇到这么做，随处法命，随着不依照八经法去做的那个地策，正法就没有。可见这个法关系非常重大，遵守他的话，正法就永存，就长存。假如怪为他的话，法灭在即，正法没有就在立刻。所以我们应当尊重佛制，有依教奉行，进行上不应当有所乖离。如此八事应尊重，恭敬赞叹，进行上不应违，能依教奉行吗？依教奉行。赞波罗波罗蜜多，赞波罗波罗蜜多，波罗波罗蜜十法不颠倒，念想观已除，言语法已灭，无量众罪除，清净心常依，如是尊妙人，则能见波罗，如虚空无染，无系无文字，若能如是观，是即为见佛，若如法观佛，波罗其涅槃，世上则一相，其实无有异。先说是说波罗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是什么？这里所说的就是十相波罗，因为波罗有所谓十相波罗、观照波罗、文字波罗、境界波罗、见熟波罗之比。这里所说的就是十相波罗，是相的法界。
十相般若是什么？怎么来证它？就是菩萨，他观照一切诸法，非常非无常，非苦非乐，非我非无我，非有非无等，亦不作是观。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。菩萨观照一切诸法，拢是无相非无相，无苦没有苦也没有乐，无苦也无乐，非我非无我，非有非无定，这个就是中道第一义谛。在做这种观恨的当下，他也不执着这种的观恨之法，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，这个叫做八戒波罗蜜。所以第二句，十法不颠倒，它是最真实之法，绝不颠倒。什么叫做颠倒？迷真叫做颠，逐妄叫做倒，什么叫做颠倒？迷真就叫做颠，逐妄叫做倒。迷惑迷真的本性，追逐虚妄之法，也就是真的本性，追逐如如不动。当然意念不全而有无明，无明为因生三世，就是无明一相、能见相、境界一相，境界为问题的长六处，就是自相、相续相、直取相、具名自相、起业相、业系苦相，所以三系六处就起惑造业受苦，起惑造业受苦。因此，我们众生就轮转不息，在三界六道里就轮转，不能够止息。要止息，我们就必须有光明的般若智慧，一照破，把无明变成明了，没有惑就不造业，不造业就不受苦。我们不起惑就不造业，不造业就不受苦。无起惑就无，无这个业做有漏主业，无有漏的主业就未受各种的苦。讲到颠倒，有凡夫的势头，有恶圣的势头。凡夫的势头，他执着世间无常，执着世尘苦，执着世乐不去，执着世间无我，执着是我，这个就是凡夫的事。二圣也有世道，二圣的圣者，对涅槃四种净德常乐我去，他却执着常执着无常，乐执着是苦，我执着无我，去。执着不停，所
所以凡夫二世合起来是八个，而在诸法实相没有这些颠倒，所以叫做实法不颠倒。面相观以除颠于法的一面，面相观以除念种种的杂念，想种种的妄想，也就是我们心里头心行处灭，因为法地灭，也就是言语道断，在这本心里边，但是心情触灭，言语道断，所以念想观已除，就是心情触灭。我们心欲缘而欲往，口欲言而持善，心呢想不通，不能活动，言语不能表达，所以这个本性是离开言说相、名字相、心名相，所以叫做念想观已除，言语法已灭，无量众罪除，清净心常一。如是尊妙人，则能见般若。无量众多的罪业都灭除，我们心能够观察跟诸法实相相应，跟般若波罗蜜实相般若相应，我们无量的众多罪业都灭除，人人心一段观照，诸法实相，万劫不落灭，咱所有的罪业拢灭除了。清净心常一，我们是可以顿悟获得清净，有体现。特别的清净，恒常就是一心不乱，所以我们念佛讲求也是一心不乱，不要一面念佛一面打梦想，用修来天要往金嘴米家不恰的，而不恰的金怕生的，某某人对我不起来。对他身体一颗称的心，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升起贪嗔痴的心，那就不能得利益。所以这一句很好用，清净心常一。不说恶的言语，妄言欺鄙，恶口两舌都不说，所说的就是诚实语、善良的语、和合语、雅正语，哪位众生的话就不说了，哪位众生的鬼安得卖空，我们的生业也不叫做杀盗淫种种的恶业，心业也不叫做杀盗淫种种的恶业，把我们的心弄向正法，弄向这个德相应，比较咱念佛心安住地方好顶头，心时时刻刻安住咱将来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头，
随心非常专一，一心不乱。如是诸妙人，则能见般若。如此尊高为妙的人，他就能够照见实相般若。如虚空无染，无系无闻次，若能如是观，视其为见佛，而胜虚空，没有染污，没有系论，没有闻次相。若能如是观，有若能若如此的观察，视其为见佛，他当下就能够见到佛。若如法观佛，般若其涅槃，四禅则一相，其实无有异。假若能够如法的观佛，般若其涅槃，观般若，观涅槃，是三者一相，这是三者，是一种相，其实没有差异。所以呢，佛也就是般若，也就是涅槃，涅槃也就是佛，也就是般若，般若也就是佛，也就是涅槃。都是三种，没有差异性。观就是观察，就是涅槃。第一层，我就念一句，诸位跟着念一句：诸佛其菩萨，诸佛其菩萨，能利益一切，能利益一切，般若为之母。能出生养育，能出生养育，佛为众生父，佛为众生父，般若能生佛，般若能生佛，是则为一切，是则为一切，众生之祖母，众生之祖母，般若是一法，般若是一法，佛说种种名，佛说种种名，随出众生力，随出众生力，为之利益智，为之利益智，若人得般若，若人得般若，议论心结灭，议论心结灭，彼如入初时，彼如入初时，朝露一时施，朝露一时施。先到这。诸佛及菩萨，诸佛及菩萨，能利益一切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也当利益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般若为之母，而般若是佛菩萨之母，能出生养育，能够出生养育佛菩萨，佛为众生父，般若能生佛，是则为一切众生之祖母。佛就是一切众生的霸主地父，而般若能够生佛，不能能够生小佛。那如此说来，般若就是一切众生的祖母了。哦，做到众生的祖母，这八切，这一类一切众生的祖母，祖母，祖母按照扣。这一切众生的阿妈，
凡事一凡，佛说从童年随处众生利，为之利益之，不切是即将款。阿佛的公穷穷的名称，寻求种种的名称，随着众生的智力，为不同安利不同的名词。若能得波罗，欲论心前面，譬如露出时遭露一时失。假如一个人能够证得波罗，但欲论的心都灭除掉了，真实性波罗的境界，它是离开一切人所相，离开名字相，离开心人相。所以没有人所，没有心，就好比太阳一出来，早上的露水一时就消失一样。真是大气咯，跌沉再往下。波罗智慧德，波罗智慧德，能动二种人，能动二种人，无智者恐怖，无智者恐怖，有智者欢喜，有智者欢喜。好，先生波罗的威德，波罗波罗蜜，它有广大的威德，能够感动两种人。没有智慧的人遇到波罗，他就非常苦。有智慧的人确实非常欢喜。若能得波罗，若能得波罗，则为波罗主，则为波罗主。波罗善不酬，波罗善不酬，何况于彼法，何况于彼法。好，假若我们修行之人能够证得般若，他就能够作为般若当中的主人，他可以主导般若，运用般若。没有智慧的人非常恐怖，有智慧的人非常欢喜。波罗智慧德能动二乘人是前面这一层，若能得波罗，则为波罗主，波罗中不着，何况于彼法。要多一个人证得波罗，他就可以做波罗的主人，可以主导波罗。波罗当中尚且不执着，何况他会执着其他法吗？绝对不会。波罗无所来，波罗无所来，亦复无所去，亦复无所去，智者一切处，智者一切处，求之不能得，求之不能得，不切是无来也无去。参禅，恭敬老和尚，往生的时阵，讲无来也无去啦，无太子啦，无来无去，般若实相般若亦复如是。实相般若一切都法身的离体。
发生的一体是充遍一切处。既然充遍一切处，哪里有来，哪里有去？没有。自者一体处，无地非难，在一切的处上，求不知不能得，得不知。若不见不能，若不见不能，是则为辩佛，是则为辩佛。若能见不能，若能见不能，是亦名辩佛，是亦名辩佛。跟什么道理？若能若不见不能。假如我们能够照见佛了，是则为辩，这个人就会被烦恼所缠缚，温邪。这个老母亲有八戒，遇到的烦恼所提拔，一旦得到解脱，若能见佛了。是一名辩佛，或者就感觉奇怪了，怎么说？听波罗也会被烦恼所缠缚，这怎么解释？好，我们就这么解释。你看，我都照进波罗了，不、哦，别人都不会有。那就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色尘相，他就着相，着相就被烦恼缠缚，所以叫做若能见般若，是亦名辩佛，都是这种道理。一去了不切，就是得相，得相得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得四相都是菩萨，都被烦恼所颠倒。若能见般若。是则得解脱，是则得解脱。若不见波人，若不见波人，是亦得解脱，是亦得解脱。若人，假若人，我们修行呢，能够证得波人，见到波人。这个人就能得到系统，因为他不执着，这没问题。下两句就感觉有问题。下两句就有问题，怎么有问题？若不见般若，是亦得系统。不见不乐也会得解脱，这个人就是有照见不乐之时，但是没有这些名字相，没有心名相，所以叫做若不见不乐，是亦得解脱。这个人一无着相，无照见不见其心，但是无着这个眼色相、心念相，所以我们叫做解脱。
世为稀有，世世为稀有，圣身有大名，圣身有大名，比如幻化物，比如幻化物，见而不可见，见而不可见。这一句，这四句，什么意思呢？世事为稀有，这通篇非常稀有难得，就照见般若的这通篇非常稀有难得，是圣僧圣身啊，有广大的名称，就好比幻化的东西，似乎见，却是不可见。诸佛及菩萨，诸佛及菩萨，声闻辟支佛，声闻辟支佛，悉陀涅槃道，悉陀涅槃道，即从般若得，即从般若得。诸佛以及菩萨，声闻辟支佛，以解脱涅槃的心头，拢是将八切所得到，言说为世主，言说为世主，怜悯一切苦，怜悯一切苦，假名说出法，假名说出法，随说而不说，随说而不说。言说用言语来说法，为了世俗的这么安利的，是为了慈悲怜悯一切众生的关系，而修行不光是在言说，我们看人家的一举一动，我们也在修行，也在学习，我们有体会无所之受，我们有体会因此而见悟，见悟的真实的意志，要执着在指头上。所以言说是为了世俗的，在真谛它是明除一切相，不着一切相，所以我们要弃证真谛，要离开言说相，离开明除相，离开心闻相，为正相应，如莲饮水能满处之。所以饮水是为了世俗的，是慈悲怜悯一切众生的因苦，假设名言寻求一切诸佛，虽说而不说，我说法49年，我却说未曾说一句。因为这个本性是离开言说相，我说的目的就是使令众生彻彻这个本性，他的目的太迟，
真的无上佛道，所以不在眼前，人生的目标都只归在这个上。所以虽说而不说，般若波罗蜜，譬如大火焰，譬如大火焰，四边不可取，四边不可取，无取亦不取，无取亦不取。般若波罗蜜，就好像这里有广大的火焰，火烧得非常旺盛，什么东西一触它就被烧掉。四边不可取，四边不可以触取它，一触取就被烧，这个就必定。真如本性，实相般若，它是离开四趣之果，断绝百趣之慧，执着有也不对，执着没有也不对，执着亦有亦无也不对，执着非有非无也不对，所以是比例四边不可取。无取亦不取，不可取也不能取着，取一舍，一切取一舍，是名不可取，是名不可取，不可取而取，不可取而取，是其名为取，是其名为取，一切的取处已经舍弃。一切取一舍，是名不可取，这个叫做不可取。般若波罗蜜不可以取所得的，不可取而取，是其名为取。不可取所，你却去取所，这个叫做取。无坏相，无坏相，过一切缘灭，过一切缘灭，是无所依持，是无所依持，谁能占其德，谁能占其德。般若波罗蜜，它是不破坏一切相，只要叫你不执着就对了。所谓的只要无心于万物，何况万物常为老。我们只要不取头就好了。比如在广大的群众当中，你在说法，你看到那么多人，你就害怕。但是，我们不着相就不害怕，你就把它当作木头人，你就不害怕。
所以波罗无坏相，不必破坏相。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，对诸法不说断灭一相。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，过一切缘理，但是透过一切缘理的境界，言语不能够表达出来的，是无所依止。那么这种境界就是正善无所依止，那我们怎么依止呢？心也不能言语，嘴巴也不能讲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怎么依止它？谁能够赞叹波罗的功德？波罗虽叵赞，波罗虽叵赞，我今能得赞，我今能得赞，虽未脱死地，虽未脱死地，则为以得出，则为以得出。这里就说到前面说波罗无坏相，过一切缘理，是无所依止，谁能够赞叹他的功德？那么波罗虽然不可赞叹，用缘理来赞叹，而我现在能够赞叹，虽然还没有脱离死亡的地位，那么就是已经得以出离了。所以照赞波罗波罗蜜句的这一位就是圣者，这一段的华语一共20首偈，是出在《大智度论》第18卷，电脑一按就出来。这是第一段的法义，接着我们再说一段的法义，我也念一句，诸位跟着念一句：菩萨心如地，菩萨心如地，饶益一切众，饶益一切众，罗软慈心根，罗软慈心根，无上大悲心，无上大悲心，功德业自发，功德业自发，持戒为妙香，持戒为妙香，如来净慧光，如来净慧光，开悟菩萨花，开悟菩萨花，不着有为水，不着有为水，普令众生喜，普令众生喜，执心为种子，执心为种子，慈悲为根芽，慈悲为根芽，智慧方便亲，智慧方便亲，五度为枝条，五度为枝条，禅业出名花，禅业出名花，一切智为佛，一切智为果。好，抱歉，这一段有16句，一句就5个字，一共80个字。